殿下，天色渐晚，雨下大了，恐怕山路难行。我们先回去吧。 为何对雨天的反应如此之大？难道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回禀太子殿下，昨夜天气乍凉，臣女大约受了凉，扰了太子殿下游山雅兴，还请殿下恕罪。 回去吧。 宁可错杀一千，也不会放过一个。
你想走吗？我如果再跟宇文生共处一室，被发现身份是早晚的事。我明白了，明天就走。船会在渡口等着。明天？可是如果我突然离府的话，那你怎么办？我自有办法，总不能让你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吧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